非常特别的一个车队，他们就是印度铁马车队。我们这些都是具有军人身份的哦。车队之间大家彼此的互动，会不会有的时候唱唱军歌啦，打打树啊？在车队跟车队之间在尬的时候，可能就会难免就会有这种团队精神，很有意思啊。九条好汉在班。更多精彩的内容，请锁定每周六下午6:30《单车奇遇》。